我答应你，我绝对不会忘记你，不管用什么方式，最后我一定会找到你。黄雨辰，嗯，如果我们现在真的改变了这一切，那未来是不是就不再是你之前所说的那样的未来？我是不是就不会变成王全胜，也不会遇见那个未来的你？如果这时候把录音带销毁，那不是代表未来的你就不会回到这里了？2019年的谢之晴，他就没有办法拿到这卷录音带，他就不会出现在这里。陈玉如哭着出去寻找家人的那个晚上，就不会被他袭击了。可是，这样你就不会出现在我跟李子维面前，李子维就不会认识你，然后爱上你。虽然李子维不会用王全胜的身份出现在我面前，我跟王全胜一起走过那么多年的记忆，也会跟着这卷录音带一起全部消失。但是后来那些事情都不会发生了，陈玉如不会因为我的关系而否定自己的存在，你也不会因为没办法阻止他的死而那么自责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以后当我想见你的时候，我该怎么办？如果你想见我的话，那很简单了，你就听这台随身听，听500的那一首《Let's Dance》。我当初就是因为听这首歌，所以才来到这里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想见我的话，那你就听那首歌，看看他会不会像当初把我带到你面前一样，把你也带到我身边。会找到我，对不对？
我答应你，我绝对不会忘记你，不管用什么方式，最后我一定会找到你。